今天上课感想啊，不要摆了啦，上课感想啦，哎，吵就是很吵，很吵啊，阿哥，老师的都可以啊，不够吵，来来，今天画画感想，来你介绍你的画。你觉得呢？你的画呢？画出了精髓的，你看那个鱼，那个头发，有什么叫飘动吗？来，给你看 ，focus。飘飘，飘，狗，呀，妹妹。你这里画的人是谁嘞？Justin Bieber 啦，你看不出了吗？哇，好 baby 哦，可是你现在放屁去了我。啊 ，sorry 啦，我英文不好了，你这个举牌人很大了。OK OK， 我的小小啊。啊，讲举牌呢？没拍到我，你还是拍眼胸部了你。有啦有奶奶嘛 ，OK 啦，讲菊花的。这个就把它涂掉看。好看。啊，再来讲讲，一个录影录影，讲了继续。什么这个点去那个点，那个点去那个点，成三角形继续讲。我叫你过啊，等我啊，你快啊！哎呀，你怎么的哥？你怎么又别人打别人？等我，不懂啊？如果他不飞了，就证明自己今天是有鱼的，跑掉。鱿鱼，老师没有理我，哎，我去穿别的啦。来来来，对今天的画画有何感想？没有墨，没有墨啊 ？Why？ 想睡觉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音乐都可以睡啊。没有墨 ，Bye bye。那个鸡掉羊了呢，阿克要收工了，来来来，我是拍摄者。我不懂哎，我最暗。有。有什么问题了吗？你今年几岁呢？二十岁。美瑞美的话有什么感想呢？今年发了。没有什么好处咯，听到那个声音我就累了啦。什么音乐来唱一下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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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、yeah, ，说你打直了嘛，要站直了。小林，小林，鸡有漂亮了嘛？也太夸张了，让鼻孔我看到了。喏、no, ，这个就是我画的蓝呐，可是他已经在睡觉了。啊，那个没回来了啦，所以我照着后面的画。那个停下来看到没有 ？Focus focus focus， 只能让我 focus。哦 ，focus 不到啊，是算了啦。focus 吗？好的，好厉害，没发到精髓出来啦。那个猫急了，猫急，猫急啊！嘻嘻嘻，这个角度没有。来来来来，其实今天就我一个人，只剩 sorry 那个波那么的，我累了嘛。好了，拉嘟嘟嘟。